550年的木麻黄，哇塞，长这样子哎！不用怀疑，随随便便就90岁了。这个就是养生馆的艺术。皇家赏老树，老树就是要往上看哦。太极八图往上延展。在他的树皮上动手脚，金鱼，好棒的地景花海呢！生气了，还掉咖啡杯。蝴蝶耶，飞飞飞。这个花有花蜜哦，它在采花蜜哦，知道吗？蜜蜂在那边，看到了吗？它脚上扛了好多花蜜哦，脚上的花蜜是黄色的哟。它的脚上哎，脚上带着花蜜，好重吧？很重的花蜜。你好忙哦。肚子饿了吗？你好忙。嘿嘿嘿。忙碌的嗡嗡嗡嗡嗡嗡，这边花海嗡嗡。这边太多花了吧？郁金香什么什么全部都有呢。